诚心祈求五路财神及本境福德正神降临。出席民众党新春团拜，柯文哲手持清香，祈求新的一年发展顺利。不过，2024可能的潜在对手也很积极参拜神明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一切吉祥顺利。兔年第一天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请出慈惠宫妈祖婆，似乎对再战2024兴致浓厚，而且问神明还不够。他有跟你聊到总统大选的事？没有，年底前他说要见面，我说过年再说嘛。过年都没有见到，哎，还没有见到，还没见到，现在只有过年的第二天嘛。郭台铭为2024积极找关公兄弟王金平探路，传出将以走春名义向国民党内大佬拜会请意，有意筹组非绿联盟，要在2024抗衡民进党。他好像大年初有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要出国，等2月中回来再找我。那没有讲要聊什么，他只是说他从美国回来再讲。柯文哲证实有接到郭董电话，郭王两人更相约2月3号上午9点半参拜土城顺圣宫，一同参拜关公作为请益之旅的起点。谢谢大家喽。会不会那个郭台铭这边来合作？那我们会跟所有人合作。四年前，郭柯王曾共组铁三角，力拼2020。2024会不会重组结盟态势？外界都在看。金星黄轩、萧宇智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金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